我们先稍微等一下，我们这个 buff 这个词，我靠，追来啦！哦，这边好多飞龙哦。等一下，这该不会是龙窟吧？没差啦，反正这边的龙窟对我来讲构不成任何威胁。说真的，他们咬不死我啊。对啊，那我就来这边啊，选看挑看选看咯，啊，东看看西看看咯，好吧？我们看一下上面有什么，就是飞龙而已啊，没什么。我们这次拉到最长了，哇、哦！别追来啊，大大别这样子，你不是我的对手啊，你不要在那边，好不好？我们再看还有没有嘟嘟鸟啊？其实我很想带一只嘟嘟鸟回家的，说，这都要看运气耶，不见得真的会遇到说。不过我们今天抓了好多了，是吧？我靠，施救兽群，各种施救兽在那边，你来我往，哦，来吧，哇，通通拿去做基金，太棒了。啊，为什么这沙漠地带会没有那个没有沙虫呢？啊，我知道去哪里了，这算是沙漠地带的岩石区域。我们要找沙虫的话呢，我们就必须什么东西？哎，我怎么弄图鉴啊？啊，算了，莫名其妙弄到图鉴，只要不要是当机就好了。哦，我们这沙漠地区的岩石地区，不是、啊、沙漠地带的这个岩石地区呢，哦，是不会有沙虫的。我们要去的话，要去前面，看见没有？这全部是沙漠地带，可能等一下就遇到沙虫了，也说不定。哎、欸，啊靠，又一只 boss， 那只打不赢，我打过了。哎、欸，有乌龟、欸，我们要不要先被连乌龟也抓、啊？我记得印象中早期版本这乌龟超烂的，算了，我们看不办法把它偷偷抓偷偷带走好了。可是我很怕等一下被抓到、欸，因为基本上我是打不赢。算了，那只乌龟我们下次再抓好了，好不好？先把它打死。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拿，有。哎、欸，金刚哥不要过来哦、喔。哇，没有我要的。来喽。打看看好了，你们应该会想看吧？你看，我攻击他一直狂回血，重点是我完全没办法反击他，他回血太快了，我打他只有4000多的伤害，我已经被打飞了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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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先跑了，这根本打不赢了，你知道吗？超级打不赢。我还是乖乖的回一下血好了，等一下准备去别地方。啊，找个地方落脚一下。那一只炭龟，下次有机会再抓啦。反正它的外形不是很吸引我就是了，虽然它上面有一个炮台。啊，我们先稍微等一下，我们这个 buff 这个词，我靠，追来啦！哎、欸，你这不死心啊！别这样啊，大大，我错啦，大大，我以后不会再惹你了，因为我打不赢你，所以我不会再惹你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赶快去沙漠地带，真正的沙漠地带看一下好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会不会我们要的普罗米沙虫，或许有普罗米沙虫也说不定呢，是吧？来吧 ，Go Go Go！目前看全部都是害鸟，都是害鸟。哇，那什么，哇，嘟嘟霸王龙，哎，那什么啊，我们要的嘟嘟鸟，没有恐龙追来吧？哎、欸，这嘟嘟鸟我要，这个是普罗米的，这不是猩红版的，这可以抓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有射到呢？来啊，咬我啊，八七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有射到？八七，来啊，什么声音？我靠，你真的还追来！完蛋了！这家伙，呜！哇塞，这家伙真的是
硬来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的那只豆豆鸟，是有那么是有多气啊这家伙，啊可是他在这里就停了，到底是怎样啊？哎、欸，还来，好，好恐怖哦，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大大，大大可以不要这样吗？你永鹏自远方来啊、哦！我那嘟嘟鸟都还没入手，你就这样弄，哎、欸、又一只，哎、欸，其实这边好多哦。干，这样是追来，害我肚子饿了、啊，完蛋了，这有点尴尬。他这样子一直阻挠我们，我们刚刚看到那只嘟嘟霸王龙，我们没办法过去。算了，我们先把它引到这个峭壁之后，我们飞高一点，看有没有办法把它带开啊，不然太危险了。好了，我们这样子，它应该不会再追来了吧？我这嘟嘟鸟还没带回家，我觉得以这个万一就是这种慎重起见，我还是慎重一点，先把它传送回去好了。不然人家那只金刚又来，我觉得我可能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逃离它的那个追踪了。还来啊！别闹啦，大大，你再这样子，我照把你带到这边来了、哦。真是有点烦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哎、欸，我那只哎、欸，我看到嘟嘟霸王龙了，别追了，靠北正来追来。哎、欸，我那只快死了，不要追来啦！不要追来啦！我很后悔刚跟你开干呢、欸，你一直追冲啥啦？是没看过帅哥你？马来西亚，我就慢慢追，可他跑超慢的、欸。他到底是有多讨厌我啦？你到底是有多讨厌我啦？把你带到这边来啦，来啦！好，我要走了，再见。八七到有胜，好，这样子应该不会再被他追到了吧？好，不要再追来了，不要再追来了，我已经警告过你，不要再追来了。嗯，赶快喂食吧。废话不多说，快喂食吧。好，起来了。然后呢？嗯，哥先把你带回家，我们之后再说，好不好？拜。我们要去打那只嘟嘟霸王龙。看你老师他来了！哇！Oh my god！ 穷追不舍啊！我的天啊！这游戏还有王法吗？我身上是装了什么雷达系统？是不是他都看得到我？算了，他应该暂时追不上了。来，我们多打一点材料，然后前面这一只猩红版本的嘟嘟霸王龙，把它咬死，拿一下看有什么材料。哎，我把它打掉了。他给什么？感觉好像是给肉的东西、欸，没有给沙漏，一哭哦，没给沙漏一哭，来杀掉你，也没有沙漏一哭哦，啊，没沙漏都是哭啊，有，哎、欸，之前的给沙漏好像是猩红嘟嘟嘟嘟鸟才有给哈，那一次给两个、欸，超好的，是吧？我们那边，我记得我们那边还有一只嘟嘟霸王龙。哎、欸，这边还有一只哦、喔。等下，这是猩红的吗？哎、欸，这只是哎、欸，算了，咬死它。这只有给 skin， 给 skin， 一样是没给那个。这个给太多了，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干嘛啦？不要一直给我重复的东西，有了就好了。一直给我这个 skin， 完全没有能力的。哇哩嘞！好啦，也没什么东西了。我们稍微再往前面到底看看好了，好不好？再没有东西的话，我们就准备要回去了。这边一只猩红的，这个是食血兽还是那个、啊？我们的同类，好像是我们的同类，杀掉它。
个飞太快，杀不掉。哦，我卡住了！哇，居然没有咬死。再一集，咬不到，尴尬了。我靠，超会飞！有了，咬死，咬死了。给能量碎片。有没有包包？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。这附近没有敌人吧？下一件。哎、欸，有沙漏，有 power 沙漏，太好了。好，其他都不要，我们走。又打到一个 power 沙漏了。啊 ，no， nope， 救我，救我！有惊无险，好，快跑！我们再继续看一下有什么。那边又一只嘟嘟鸟，而且是猩红的。来，给我杀喽，谢谢。哇哇哇！吓一跳。哦，给三个 power 杀喽，这次很敢给哦。猩红的嘟嘟鸟最会给东西了，人太好了。这只会不会给？不会，只会给我们的饲料而已。又是你，打不赢啊，算了吧。我这边敌人真的多到一个不行、欸、又一只，来单挑，拿我要的东西。有给沙漏两个 power。啊，为什么就没有一般版本的、啊？这样我要抓一只嘟嘟霸王龙啊，比较酷啊。好了，果然是没有普罗米沙虫。哦，怎么都是这个啦，太多了吧？没有杀喽 ，GG， 好像到底了，没东西了。不过这个地方真的还蛮多东西的、欸，让我大开眼界了。我说真的，好了，这边这个普罗米这个种族要被我灭了。哎、欸，有一个速度型的，太屌了太屌了。好吧，我们准备回去了哈。来，我们利用一下传送门回家。今天的那个收获真的不少啊，超级多哎、欸，很多，不是我要讲。哎、欸，我到时候要不要再抓一只施救兽？我在想，我到底要不要再抓一只施救兽？然后那个施救兽，我们就直接让它，你知道怎样吗？我们就让那个施救兽啊，进化成 power 力量型的，去打那个 boss， 不知道打不打得赢。因为炮力量型，顾名思义，攻击就高嘛，对不对？你要攻击高的情况之下，搞不好就可以把那种 boss 级给打掉，那根本就是可能他们可能会来不及回血，这也说不定哦，对不对？我们这边好多，哎、欸，我们这只金刚要不要把它进化成力量型啊？看一下啊、哦，那沙漏不在我这，哦有啦 ，Power Magicer， 酷哦。啊，这个是到底是什么，我就不清楚了，没关系。我们一只一只把它带出来，现在整个是卡住的状态，你知道吗？这一只带出来吧。哦，有了，出来了。哦，这只是只有毒鼠的，一只一只带出来，好多哦，今天大丰收哎、欸。蝎子也有，嗯，我们蝎子只有两种。施救兽，哎、欸，我们这边打超多。我记得好像有一个属性是吃了之后会直接变回原本的属性，可是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在哪里。哎、欸，我们已经打了好多铠甲了，铠甲的部位。好，我们来稍微让我们的金刚进化成力量型好了。来，我们直接再来做了哈。46、100，材料还不多，一点点而已，不够不够。不过我们至少可以先做一个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就先做一个。我让我们金刚进化成 power 型的，紫色的应该是蛮帅的，我觉得。来，核心丢进去哦。那他的安应该会消失，那身上道具不见到没差。来吧 ，baby， 最终进化。哎、欸，这只我们刚刚还没测哎、欸。重点是还可以把它捡起来，整只头塞在屁股里面，超好笑的。他的安，我记得我这边有，我们直接给这个吧。对，他一样是两种。好，开始进化了。叮，骑乘，跑哦！
右键，哇、哦，右键又有怒涛哎、欸，好笑，小怒涛，来哦，进化哦，呀，超级进化，星哇，这也太酷了吧！一下就直接来个震波，哦，变颜色而已啊，抱歉，只是变颜色而已，毫无反应，只是变了个颜色而已，好。你在那边等我，哎、欸，是不是有变更大只啊？我做的不清楚了。我们再做一下金刚的鞍好了。好的，我们来做一下金刚的鞍。我们材料不够了，纤维不够啊，真麻烦。纤维不够怎么办？这身上有纤维吗？韩亚回你，我看起来长得像有纤维的吗？自己抓。没纤维，我们自己抓，基本上一两百就够了。OK， 来了来了，纤维，好了，我们这样应该可以直接做金刚了。这边一个 ，nice， 快点给我啊！有，在哪边？这边超屌的，哎、欸，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子？不对啊，它进化过了，为什么它还可以再进化一次？那这样照理来说，那施救兽嘞？施救兽有这个选项吗？他没有啊，啊，为什么他不能进化？然后金刚可以再转属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这到底是什么情形 ？bug 吗？算了，不管了，我们先上。力量型，一样意思啊，没什么差别。哎、欸，不，他的 AKS 键不见了，他的怒涛不见了、欸，进化成 Power 型，怒涛消失了是吧？有没有敌人靠一下、啊？是这样、啊，看到我现在变这样子，大家都跑走是吧？六百多打去一万二，我觉得还好哎、欸，就只是外形比较帅而已啊，变这个样子有没有 ？Power 型金刚弗罗米，好吧。那我们今天呢做的事情也真的够多了，我们做到超多东西的，各位不知道看了有没有爽啊？看了一大堆弗罗米的新恐龙，以及有没有遇到一些特别有趣的事情？那只金刚一直穷追不舍，该不会他现在还在追我吧？好，有没有我这样传送过来了？他从沙漠那边跑过来，还在那边持续努力不懈，想要杀了我，那我可能真的会吓死。好，我这些所有的恐龙过去围殴他，搞不好还打不赢也说不定吧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内容就差不多到这里啦。啊，如果喜欢我影片的，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，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次帮周生存进化再见啦，拜拜。